我们请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回答。我们请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回答。请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回答，我再接着回答。请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回答，我立刻接着回答。请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先回答，我再回答。请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先回答完，我再回答，好吗？对，我知道答案，我也知道内容，但是我觉得让我们经发局局长来回答，没关系，你就是不回答。请教一下市长，就你上任至今四个月的期间，高雄市的人口成长多少人？市长回答。谢谢林政委员，请民政局长回答。高雄发大财。我们先来各位，我还可以让我请市长回答问题，可不可以？市长的答案，第二局不予答。市长，第二民政局长先答问题就好，表示我谈的是都市想象。要谈的话，也不是民政局长谈，我想请市长就一个大政策的方向来谈这个东西。我没有任何刁难的意思，我希望是我没有刁难的意思，请不要先入为主，请不要心中筑起围墙，请市长要予包容。我没有任何刁难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说，你把这个办公室搬到凤山，代表对凤山的重视。我在那个凤山立委，我有职责要让所有的市民知道说，市长对凤山的具体都市想象。谢谢林政委员。40年前，我刚刚从第一站就到凤山，对凤山充满了感情。那凤山将近36万的人口，那到了凤山几次，我跟凤山当地大佬交谈过，我跟这些大佬说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凤山各种优势发挥出来。那市政府非常愿意来推动大凤山区的发展。第三，为了避免城乡差距日益扩大，所以我本人来凤山上班。就代表对凤山的重视，我希望未来高雄市不要10年的合并之后，这个落后的地方越来越落后，蛋黄区进步的地方越来越热闹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我表达我对凤山支持的决心。